婆，囡仔拢大汉啊，舅妈走婆吼，你都保庇。我妈哦，就爱洗洗脸的，钱较俭较开啦，较省一个啦，看有当我买一间厝。他每次都在你忙得要死的时候，传一些他觉得很重要的讯息。你就是哦，啊，规世人拢在厝的共家头门，啊，唔捌食过外口的头路，啊，才会无了解社会变化。你即款理发店已经落伍啊啦，人即马拢足无闲的，哪有时间像你安尼豆豆家头毛？人生唔是安尼算的啦，你吼就是安尼啦，上好就要结婚，啊，上好就要买厝，啊，嘛是家己看好就好。知道，哎，你这样像会知，可以不跟我会知，你不够关心他啦。你最关心啦、啊。爱一个人的时阵在创啥，咱哪像拢不知哦。